我不知道那是什么。我醒了，时间差不多12:30，我昨晚4点多才睡。Hello， 所以呢，我已经洗好澡，放了点淡妆，吃午餐。我其实想要把头发也弄一弄的，可是我还没弄完，我妈就把午餐买回来了。然后我肚子饿了，有鸡肉、青菜、鳕鱼，真的很喜欢吃鱼。嗯，还不错。其实因为我是值晚班的嘛，所以我的健身教练就跟我说，我的那个吃饭的那个 routine 要都往后移，所以我都是1-2点吃早餐，5-6点吃午餐，晚上9点到10点才吃晚餐。因为我通常就是3-4或者5点钟凌晨才睡觉，而且我是一个蛮坚持不吃宵夜的人。如果傍晚5-6点吃了晚餐，晚上就很饿，很饿，这样感觉很煎熬，你知道吗？ OK， 所以这个就算我的早餐了。嗯，已经把鱼肉还有菜都吃完，剩的我真的太饱了，所以先留着哈，一下可能还会饿。我今天应该侧分呢，还是应该中分呢？感觉因为我的刘海还是太短了，还是中分比较好一点哈。OK， 中分的时候呢，我都喜欢拿一个刷子，然后呢，在我头皮画出这样子 zigzag 的那个线条，这是我在一个台湾的综艺节目学到的，就不会那么的扁，会有一点点 volume 在这里。差不多了，新加坡天气很热，烫直的头发一定会又卷起来。其实我每天都喜欢在我的 routine 里面加入一些运动啦等等的，可是过去几天我已经做了 full body workout、 abs workout， 还有和我健身教练运动了，所以今天我真的不太想要做运动。可是我最近在学习一个新的 dance cover， 所以我今天的 workout 就是它。最难的呢，就是要从这 MV 当中学习一整支舞，因为你知道这种口音的 MV 很喜欢就动不动把舞步剪掉，然后切去那个主角在那边耍帅，所以我很难学。Tell me what you waiting for、哦、我好喘啊，快点睡。多一次。其实这只是我第二天学习这个舞步，所以把自己的这个舞蹈录下来是很重要的。像我的这个力度拿捏的可以再好一点，柔的部分该柔，硬的部分该硬，然后还有很多线条，我觉得我是可以抓的再完美一点的，所以会好好的参考我自己的影片。想要学习舞蹈朋友们，这招可能对你来说管用哦，把自己录下来，重复的不断的在看你自己哪里可以做得更好，继续加油。然后希望呢，我多几天可以把这支舞蹈练好，然后拍一支翻跳视频给你们看。好了，练完舞呢，现在要进行我一星期一次的歌唱课。Yes， 你没有听错，我在学唱歌。在等我的老师上线，我先来做窝马。嗨，老师来了。
开始喽。自己都想哈哈哈 talk to you guys later, OK? 我终于唱完了，好虚弱啊，差不多5点多，也就是说呢，到了我吃午餐的时候，我其实还蛮饱的，因为刚吃了菜饭，所以呢午餐就是一块面包，边吃面包边准备我今晚的 radio show， 找一些资料跟我的听众分享。然后我最近又在剪影片啦，其实我已经剪完了，现在只差要打字幕，然后 color grade， 昨晚也把音乐找好了，现在剩下是比较琐碎的一些事情。我没有把字幕给打完，因为呢我是要上班去了。今天我戴了新的口罩，政府给的口罩，而且我觉得这个好啊，你看戴起来脸看起来超小的，而且重点是 it's so breathable, I love it. You know what else I love? 这是我每天都必须喝的 Daisy 熊胆， and also yeah， 9点到10点是我吃晚餐的时间嘛，所以通常我就会打包先放在 office， 因为每天的这个运动量真的少很多，所以我都会尽量早点出门搭地铁上班。我给你看看现在地铁的状况，真的很空，我告诉你，而且大家中间至少都会隔着一张椅子一个位哈。Do not sit here. Let's ride this out together. 我从来没有看过 peak hour 这么空的地铁。现在就在我公司附近的超级市场上买一些水果回去，这样子呢，我的家人就不用再出门。哇哦，咦？怎么没有我最爱的蓝莓嘞？ So cute， 好像那个用来按摩的，你知道吗？这里是 ES933夜夜不打烊，晚上好，我是尹霜。在日本那里有这样子的顶级哈密瓜哈，北海道的特产来的西张哈密瓜 Yubari King。 你知道去年成功标价是新币多少钱吗？做好心理准备了没有朋友们？我要说这个价钱了，这个天价66,000新元呢、啊，来买哈密瓜哎，66,000新元可以买什么呀？可以买一辆二手车了吧？可以想象吗？疫情呢，让这个高高在上的 Yubari King 从60,000多块钱跌到1600块。在听着广播的你，你会以1600块新元？买一对哈密瓜吗？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以低价呢尝试到这个 Yubari King 的这个滋味，还是会选择把钱存起来呢？我要错过吃晚餐的时间了。我今天吃韩式料理，有三文鱼 teriyaki chicken， 还有我应该要了一大堆的泡菜。哎呀，1分钟应该够吧？2分钟。好香啊，哇，那个泡菜的味道，love it， 我觉得很 juicy 耶，我尝试放进我嘴巴咬，看你可以听得到那个声音吗？ OK， 很多汁，我喜欢。 OK， 我只有剩下一首歌的时间，所以快点多扒几口，真好。 Teriyaki chicken， 你看当 DJ 就是这样子，我一直看我是不是要回来了。三文鱼翻倍，2年前的我呢是这样子用筷子打叉的，过后呢我下定决心学习如何正确的用筷子，现在我可以了。刚开始真的超难习惯的，你知道吗？嗨，我终于值完班了，所以现在呢要来这里做一点点制作的工作。为了安全起见，我们每一位 DJ 都有自己的 mic 扫。卫生卫生哈，
然后在野雪森三，其实我是负责爆米花，就是每天呢要找一些有关电影的资讯啊，然后把它制作成一个短短的声带，电影的 update 这样子。今天我要讲的是，嗨你好，我是尹霜。 Jurassic World 系列电影票房大卖，第三集 Jurassic World Dominion 被视为三部曲的最终章。有的时候呢，在制作过程你会发现有一些句子念得不太完美，而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，所以我会把它重念一遍。然而一般演员通常签约时最多就是签下三部曲的合约，应该 OK 啦，搞定。 OK， 这个时候来听一听成品。 Yes 933 Popcorn 爆米花最新影视消息。嗨你好，我是尹霜。 Jurassic World 系列电影票房大卖，第三集 Jurassic World Dominion 被视为三部曲的最终章，人类和恐龙共享地球将会成为新的日常。然而我满意 ，OK， 我可以收工了。哇，现在回家了才发现，是个下雨的夜晚，而且刚才闪电哦。Oh my gosh， 有没有看到？哇哦，我到家了。这时候我妆也花的差不多，我是时候去卸妆、洗澡、睡觉了。谢谢你观看这支 vlog， 也谢谢你陪我一整天。下集见。